梦回场啊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一手狮驼岭，对战方的话是方寸啊，对战方应该是魔方寸吧，变的一张蛟龙卡。观战方第一回合出孩子，第二回合直接连击啊，你杀人方寸很猛是吧，让你见识一下杀人连环狮驼啊。对战方疯狂弹163，但是的话耐不住观战方这个攻击的一个段数多，对战方最后还是倒地。观战方给自己起一手鬼眼，观战方进行一波象杀，对战方毛起，但是没有什么用。咱们继续看哈，刚才孩子进来了，这个对战方现在四只宝宝已经全部拉满了，看一看观战方怎么处理，是选择鸟出去还是？观战方也继续出，对战方开店啊，这个魔方寸清宝宝的一个能力的话是绝对的强啊、嗯！观战方破血4600，5400，观战方的一个伤害，不得不说啊，确实高。对战方给宝宝丢尺子。双方进入到一个群秒的一个阶段啊，但是的话观战方这只是大死亡宠，观战方继续破血清宠，再拍大死亡。对战方，如果我是对战方的话，我会尽可能的去这个制裁一下观战方这只大死亡宝宝哈，这个一旦我靠给拍中的话，提前下课啊。这只宝宝又绿，两只大死亡宝宝把对面给守尸了，观战方战敌给到须弥，须弥秒出去，伤害非常可观。哎呦，观战方两只大死亡宝宝，我靠！对战方再次倒地，对战方很难受呀，对战方人物根本出不了手。须弥怎么还 A 出去了？观战方变身，对战方中了大死亡。对战方的一个法伤也确实是很强。对战方人物直接选择防御，观战方也够狠是吧，你防御那也无所谓，我直接一手连环。对战方是吧，防御也不太好使，还是被
压倒，这样的话对于施托利而言的话，剩下的一个回合数清他的一个宝宝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接下来的话，观战方开始疯狂清宝宝，先拿掉你的一个后排。观战方拉一手地听。这样的话，对战方只剩下最后一只宝宝，观战方直接连环，提前结束掉比赛。